今年12月1日是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，你知道吗？比疾病更难以治愈的是歧视，请和我一起对抗歧视，每一个人都拥有机会实现自我价值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其他慢性病患者并无不同，我们要用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，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。我们唯一需要害怕的是误解、歧视和恐惧本身。现在我们就去帮助他们追逐梦想吧。我是易烊千玺，我在拥抱你。